四无碍变现四无碍智条。四无碍智又名四无碍解，或四无碍变，即法无碍智，亦无碍智，慈无碍智，乐说无碍。法无碍智是通达诸法的名字，分别无智。亦无碍智是了知一切法之理，通达无碍。慈无碍智是通晓各种言语，能随意演说。乐说无碍是辩说法义，圆融无智，为众生乐说自在。2326七四善根以指小乘之暖顶忍，是第一法。声闻乘行人修五庭心观及四念处观之后，接着需修四谛观。当无漏智火将生，心中光明启发之时，名为暖位。进而智慧增长，达于顶点，名为顶位。再进而明四谛之理，其心坚住，决定不移，名为忍位。更进而到达有漏智的最终点，在世间有情之中最为殊胜，名为是第一法。二指大乘之暖顶忍，是第一法。以佛觉为己心，如火欲燃，名为暖。以自心成佛，如登高山，深入虚空，下有为爱，名为顶。应持魔所取之境，顺忍所无取之心时，名为忍。暖位以佛觉为己心，顶位以自心为佛境，忍位则觉于中道。由此更近，则迷觉两忘，终边不立。虽未至初的见道之初世间，然已到世间的最后边际，纵属有漏，但在世间已是第一，名是第一。在此大乘暖顶忍是第一四位之中，前二位修四寻思观，观所取空；后二位修四如实智，观能所二取皆空。3244116四等四平等心，以及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2372772四为色香味触四种即为分子，此四为是色法物质的元素，依此四为而成的水火风四大。2329F56D7ADC33C 四烦恼与莫那时时常相应的四种根本烦恼，即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四圣谛又名四真谛，或四谛法，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说明人生多苦的真理，人生有三苦、八苦、无量诸苦，苦是现实宇宙人生的真相。集谛的集是集齐的意思，是说明人生的痛苦是怎样来的真理。人生的痛苦是由于凡夫自身的愚痴无明和贪欲甜贵等烦恼的先动，而去造作种种的不善业，结果才会召集种种的痛苦。灭谛是说明涅槃境界才是多苦的人生最理想最究竟的归宿的真理，因涅槃是常住安乐寂静的境界。道谛是说明人要修道才能证得涅槃的真理，道有多种，
主要是指修习八正道。此四圣谛扩进了世出世间的两种因果，即是因苦是果，是迷界的因果；道是因灭是果，是悟界的因果。兹列表说明如下：苦谛迷的果即苦果，四极谛迷的因即苦因，世间的因果。审地灭地悟的果极乐果，道地悟的因极乐因，出世间的因果。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二三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十九点五十六分十四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五 B 负三 FF 负四千四百零三 F 零八一五三八零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一百零二三。四圣佛菩萨圆觉声闻，因此四者都是圣人，故称四圣。二三十二 v 六十四 a 两千七百五十六 f 三 a 三十 v 九 c 七 c b 九 c b 六 c f b f 六百五十一 e 三千两百三十两万两千两百一十二四十三 v 九十五 e 零 v 零 d b 八 b c 一千九百四十八 e 五千八百六十八万两千九百零三 c 五十二三十二 b 七十七 up 四 c c e f 八 d 八二五七五一 e f 八七一二一七六八 c 七 b 五万三千两百三千九百八十九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十九点五十六分二十四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五 E 负三 D 负四千四百零三 F 一百一十九 EA 零零零零三 Heights 三千九百八十九。四橙色香味触。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一五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十九点五十六分二十八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五 F 负三 F 七年四月四百零三 F 一百五十六 F 三百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一百零一五。四漏欲漏有漏无明漏见漏，漏是烦恼的别名。三千两百四千两百零四七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十九点五十六分二十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五 D 负七 FF 负四千四百零三 F 零 D C 一百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两百零四七。四道四条通向涅槃的道路，即一加行道，为先于三贤四善根为加力而行三学之位；二无见道，为加行功德成就而发正智，为正断烦恼之位，因不为惑而见隔，故名无见道。三解脱道，无见道后而生一念之正智，为真正证悟真理之位，因是解脱烦恼之正智，故名解脱道。四圣净道，解脱道之后更进一步，为定慧增长之位。三千两百四千两百二十五三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四满成佛性满成佛解满成佛行满成佛正满成佛。
于实性之满位，决定性诸法之不生不灭，清净平等，无可怨求，名为性满成佛。于实住之满位，深解法性，不起生死之想，不起涅槃之想，心魔所不，意魔所心，是名解满成佛。于实的知满心，能除一切无明诸惑，菩提之愿行皆具足，是名行满成佛。于妙觉之佛的无分别寂静法智及不可思议之圣妙功德，是名正满成佛。2300 HDD 28 16 V 81 2 1 BB 56 V 86 FB 8 A 3 C 63 4 11 7 D 1 2340 A F 5 F C 0 B B B 7 3 6 8 8 1 D B B 6 F 3 8 6 9 C 0 A 9 B 0 1 1 2 4 1 3 6 F C B F 56 B 3 D 4 B 3 千7 4 2 3 2 F C C 6 1 2 8 0 3 10 6 C 56 E 2 1 8 0 3 16 C 56 D 6 8 6 8 E 1 3 1 3 4 1 3 6 F C B F 0 6 B 3 D 4 B 3 7 7 4 2 3 2 F C C 6 1 2 1 8 0 3 16 C 56 D 6 8 6 8 E 1 3 1 3 2 OK 9 Text 斜线 HTML29 0 1 December 2007 19:56 3 14 秒 GMT 33 1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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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流转的人，中住者是大臣，行者为度有情而出生入死，住于其中的度者是经修涅槃之法而得度到彼岸的人。3200-4209-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9:56:36 GMT 3331000000ADB 62833443FED 10500003 Heights 4209 四种三昧以常作三昧，又名一行三昧，即以九十日为一期，独居静室，结家夫坐，舍诸杂念，专弃念法界。若遇疲倦疾病睡盖等障，当专称一佛名，以求加倍，而念念不离此三昧。二常行三昧，又名般周三昧，亦以三月为期，绕行念阿弥陀佛，无休息时，由佛威力、三昧力及行者本功德力，能于定中见佛。三半行半坐三昧，即以七日为期，持咒旋绕，思维十香，或依法华经，于三七日间，或行读此经，或坐读此经，皆可。四非行非坐三昧，亦名随自意三昧，其法于一切时中一切事上随意坐观，不拘其限，但观自心念起，则加觉照而除灭之。236867451134194EAC9F02322BE134F01914F014154F54155145150098AE42234125000200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59:56 GMT 33:00000 ADB 63年4月 403F 22C 9280003 Heights 4125四种三昧耶及沙道遗忘之四波罗夷，因是诸佛所不可越的戒法，所以叫做三昧耶。二三十二 C B 四十六 F C 二十三 D 七 Rutif 零二 D 一七七一五六一八 A 八 B A 五十三 E 一三千两百四千一百九十三七十二 O K 九 Text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 Site 零一 December 2007:59:46 GMT 33:00000 ADB 64791 4403 F 2699 B 80003 Heights 4193七四种布施比施末施经施说法施。彼师是见人发心书写经文，以彼师之助成善缘。末师是见人书写经文，以末师之助成善缘。经师是刊印佛经，送人读诵。说法师是说法，使人听了修因正果。2328D2B A9D64六8568B5574F571CFB087VA43118112K9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59:58 GMT 33:10000 ADB 65年4月 A 5年4月 403F 288:200003 Heights 4189四种平等相非相平等因果平等我无我平等人与所修法平等。3240-42OK9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59:52 GMT 33310000ADB 66995 4403 F 二 C 52900003 Heights 4243四众成佛又名四满成佛，见四满成佛条。四满成佛性满成佛，解满成佛，行满成佛，正满成佛。于实性之满位，决定性诸法之不生不灭，清净平等，无可愿求，名为性满成佛。于实住之满位，深解法性，不起生死之想，不起涅槃之想，心魔所不，意魔所心，是名解满成佛。于实的之满心，能除一切无明诸惑，菩提之愿行皆具足，是名行满成佛。于妙觉之佛的无分别寂静法至极不可思议之圣妙功德，是名正满成佛。二三十二 FFBBF 六十六 E 六 JCD 九百二十三 C 二 B 六十八 EAD 零五四 EAD 一 BC 2322 50 BFC 四九五四五零二 BBD 三六五七六七 JC 五百九十五 A 零八三 C 三千两百四千一百九十一五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ite 01 December 2007:59:56 GMT 33100000
B67年7月7B-4403F3200003 Heights 4191 5。四种死人死亡的四种因由，即受尽财不尽死，受病尽而死，财尽受不尽死，因贫困而饥死冻死，受尽财尽死，因贫困与受病尽而死，受不尽财不尽死，即各种的恨死。二三二六六八八 F 一千一百零二 A 七千八百一十二 F 二十五 F 五 D 六十二 F 三四四六零三三三二零零四一零零三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ite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十九点五十六分五十八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 B 六十八年三月 E B 负四千四百零三 F 三百二十 B 六百八十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一百三。四种行人即时住时行时回向时地。两千三百二十二 D 四十八二五十二二七四三一零八三 D 一千八百一十八 F 三三四零五二 D 三千两百四千两百九十四六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十九点五十七分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 B 六十九 B 八十二年四月四百零三 F 三十三 F 三 B 零零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两百九十四六。四种佛土疑为时论立自信身、自受用身、他受用身。变化身等四佛身，而佛土亦有四，即法性土、自受用土、他受用土、变化土。此中法性土是无色无香的理土，自受用土是十佛自托的报土，他受用土是未出的以上的菩萨所示现的净土。变化土是为地前菩萨及二圣凡夫所示现的佛土，二指天台宗所说的四种佛土。见四土条，四土又名四佛土，即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时报庄严土、常寂光土。凡圣同居土是凡夫与为了化度众生而现身说法的圣人共同居住的国土。方便有余土是二圣与没有证得法身的菩萨所住的国土。时报庄严土是佛的报身与地上菩萨所住的国土。常寂光土是从佛的清净法身所示寂的国土。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二七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十九点五十七分十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 B 六 F 四百零三 F 四千四百零三 F 三 D 七 D 一百八十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一百零二七。四种我凡夫忘记之我、外道之神我、三圣之假我、法身之大我。两千三百二十七五 D 十七 C 九百四十四 F 一百八十一 C 七十五一一四 F 二九八六四八九 D 五一二三二九五四五五 E B 零 A 二 A F C 四十五 E 七十五 E 七 F 二 D 九 C 六万三千七百九十二 E 三千两百四千两百一十六五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01 December 2079.57 12 GMT 33100000000ADB 6B 875 4403 F3F 65600003 Heights 4216 5四种往生：正念往生、狂乱往生、无记往生、意念往生。正念往生是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而得往生，狂乱往生是人在生时作恶多端，临终时见到地狱之猛火一时俱来苦逼，于狂乱中忽然遇到善知识，教他做一生或十生之念佛，即得往生。无记往生是人于平日发心归命于佛，到临终时虽然心神衰弱而成为无记，非善非恶，不能念佛，但是乘着他以前念佛的功德而得往生。意念往生是人临命终时虽然不能出生念佛，但终意念阿弥陀佛一样可以往生。二三十二 B 十三 B 八二七一零二一七 C 五 D 零二一八 D 四一亿五百九十八 B 五亿五千零一十三万三千两百四千两百九十九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十九点五十七分十六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六 C 八负四千四百零三 F 四千三百三十五 F 零零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两百九十九一四种念诵仪：一音声念诵即发声念诵。二金刚念诵即身在唇齿之间。三三摩地念诵即定心一静而观真言之文字。四真实念诵也是定心一静而观文字的实相。二一音声念诵。二三摩地念诵。三金刚念诵。四降魔念诵，以上三者与上述相同，而降魔念诵是内住悲心，外现甜怒的一种高声念诵。二三十二 AC 两万一千两百六十四 CF 六一二 F。EMLS 四十八 A 六十七 B 一万一千一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一九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十九点五十七分二十二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六 D 负三 FB 负四千四百零三 F 四十八 EEC 八十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一百零一九四种阿含：经常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益阿含。二三二三九五五 D 零二五 A 零 C 九 CC 八十九 Triple 二 CFA 七万六千九百八十二 E 七百七十九万三千两百四千两百六十七二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十九点五十七分二十六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六 E A 七十年四月四百零三 F 四 CBF 五百八十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两百六十七二四种涅槃法相综所立：一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即虽有种种的烦恼，但其自性清净，暂无虚空，离诸一切分别之相，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为圣者能清正，其性原是寂静。
二有余一涅盘，即生死之因与惑业虽尽，但由于有漏一生之苦果。三无余一涅盘，即不但生死之因与惑业已尽，同时连一生之苦果亦灭，使之毕竟不生。四无住处涅盘，是断所知障所显的真如，所知障未至之障。二圣人因有所知障，不明白生死涅盘无差别的道理，所以固执生死未可厌，涅盘未可心。佛断所知障的菩提之真智时，对生死与涅盘无厌心之情，因有大智，故住于生死；因有大悲，故不住于涅盘，以利乐尽未来际之有情，故谓之为无住处。利乐之用虽长起，而亦长寂，故称为涅盘。二三十二的三百二十三 EA 四三三零七八二六 B 五 BA 十五 E 四百零五 F 五十 F 三 D 三千两百四千两百三十五五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十九点五十七分三十二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六 F 负九百三十三负四千四百零三 F 五二七八三零零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两百三十五五。四种庄严见，四种璎珞庄严条。四种璎珞庄严：一戒璎珞庄严，即以戒律庄严法身；二三昧璎珞庄严，即以禅定庄严法身；三智慧璎珞庄严，即以智慧庄严法身；四陀罗尼璎珞庄严，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即能总持善法以庄严法身。菩萨将以上四法庄严法身，好像世间的璎珞庄严人身，故名璎珞庄严。三千两百四千两百三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十九点五十七分三十六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 比七十年七月 B 三年四月四百零三 F 五千六百四十八 C 零零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两百三。四种资粮：福德资粮、智德资粮、先世资粮、宪法资粮。福德资粮即布施持戒等之善根功德，亦即六度中之前五度。智德资粮即由修习正观而得之妙智，亦即六度中之第六度。先世资粮即由宿世积集之善根，在今生自然而有之福智资粮。宪法资粮即在今生所修习之福智资粮。二三十二 AF 一百九十五 B 七十 BAC 四百三十九 EAD 五 D 十七 E 五 E 八十一 F 七十三 A 四 C 两千三百二十一七十一 F 零 F 三 D 七 B 七 F 一六百三十三 C F B 零二五三七二 F 零 F 六十一万三千两百四千两百零七五十二 OK 九 Text 写。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十九点五十七分四十二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 比七十一年八月一 B 负四千四百零三 F 五 C 零一九八零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两百零七五。四种缘起，万法缘起，有四种不同的见解。小乘教主张业感缘起，说一切万法都是由于业力的感应而生起。
大臣使教主张阿赖耶缘起，说阿赖耶是含藏万法的种子，一切根生器界皆由其生起。大臣中教主张真如缘起，说由于真如随缘才会生出万法来。一乘原教则主张法界缘起，说遍法界的一切事物，有味无味，色心依正，过现未来，都尽成一大缘起。二三十二 B 三一亿四千八百二十三 A F 七百七十三零 F 五百九十九 A 九一六万七千七百九十九 D 一百五十八万三千两百四千两百三十五三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三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七分五十六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七二九三一四四零三 FCD 两百九十五 D 零零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两百三十五三四种轮王：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在增劫人寿由十岁增至二万岁时，铁轮王出现，统辖南赡部洲。人寿增至四万岁时，铜轮王出现，统辖南赡部洲及东胜深州二大洲。人寿增至六万岁时，银轮王出现，统辖南赡部洲及东胜深州与西牛霍州三大洲。人寿增至八万四千岁时，金轮王出现，统辖四天下了。两千三百二十一 D 一四三二一一 F D D 一二二二两千六百六十一 C 四一七十七 F D 二十三 E B 三千两百四千一百九十六五十二 O K 九 Text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四分五十八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七十三年七月 F 四千四百零三 FC 二十八 D 四 C 八十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一百九十六五四种总持法总持意总持咒总持忍总持。法总持又名文总持，即对佛的教法轮持不忘。意总持是对诸法的义理总持不失。咒总持是菩萨依定起咒，持咒神念，驱除众生的灾患。忍总持是菩萨凭着实质忍持法的实相而不忘失。二三二四八一六二 F D 四百三十三 D 六百零七 C 零 A 六 D 一千两百八十 D 八十一翻一 B 三千两百四千一百八十五三十二 O K 九 Text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五分零二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七十四年七月三 A 负四千四百零三 FC 二 CA 五千五百八十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一百八十五三四种璎珞庄严一戒璎珞庄严即以戒律庄严法身。二三昧璎珞庄严即以禅定庄严法身。三智慧璎珞庄严即以智慧庄严法身。四陀罗尼璎珞庄严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即能总持善法以庄严法身。菩萨将以上四法庄严法身好像世间的璎珞庄严人身故名璎珞庄严。
2328 C 978 B 4 C 4 C C 1 C D 9666 C 83 A 6 E 6 E 3 B E F 3200 4107 3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01 December 2007 20点55分04秒 GMT 33 1000 0000 ADB 75 431 4403 FC 2 E 8的00003 Heights 4107 四种观情观因缘观果报观自身观如来身这是修行忏悔的人，为了灭除自己的罪业，方便而修的四种观行。2300FEV13FE6C A93FE92FE62E62FE63400K92XHTML29Site01 December 2007 20点55分08秒 GMT 33 1000 ADB 76年7月6根负4403 FC 325 E3003 Heights 4191四障惑障业障报障见障惑障就是贪甜痴慢疑等之思惑，业障就是身口意三业所造成之恶业，报障就是三恶趣所受之苦报，见障就是各种颠倒执着与邪见。2300FC A 1308 03 B 8 D 35 E 5 F 562 A 99338 E 9 1573 F 71 3200 4100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01 December 2007 20点55分10秒 GMT 33 1000 ADB 77 787 4403 FC 344 678 0003 Heights 4192 7四增胜在增劫时期有四种的增胜即受量增胜人寿由千岁增至八万岁，友情增盛，人口由万人增至无数量，资具增盛，谷物果实等非常富饶，善品增盛，人人皆修十善及诸道品。二三二八二七四七 C 四百一十二 F 四千三百三十二 C 五 E A 六十四 D D B B B 六 B 十 F 三千两百四千两百一十四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ite。01 December 2007 20点55分18秒 GMT 33 1000 ADB 79年8月5根负4403 FC 3 B 7980 003 Heights 4214 1四德指大乘大般涅槃所具有的四种德即常乐我净常者涅槃之体恒常不变没有生灭乐者涅槃之体永远寂灭安闲受用无丝毫的烦恼我者涅槃之体的大自在没有丝毫的束缚净者涅槃之体解脱一切的垢染非常清净三千两百三千九百九十七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ite
01 December 2007 20:55 16 GMT 33100000 AD 78年3月5年4月 403FC 39FF 5003Heights 3997 四堕及杀盗淫妄等四波罗夷罪 2003FC32FE05FC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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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
七 F 七 A 一年四月四百零三 F C 三非零零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九十五三。四得处会得处，识得处，舍得处，寂灭得处。会得处是为由于听闻正法而生出大智慧。识得处是为有了大智慧才能见到真谛的空理。舍得处是为见了空理便能舍掉烦恼。寂灭得处是为舍掉了烦恼心才能得到寂灭的境界。二三十二 V 六 A 七千三百九十八 C C A 七百一十三 E 一 F 零 F 四 D C 七八零八四九四 F 五万三千两百四千一百二十七十二 O K 九 Text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五分二十四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 比七 B 负四 B 七年四月四百零三 FC 四十一 A 零七零零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二十七。四德乐邦具有四种德的安乐世界及涅槃的境界，因涅槃的境界具有常乐我净的四德。二三十二 F 三 D 十九 C B 三 D B 六千五百七十二 D 七百八十二 B 九 B 七万九千九百五十四 F 八千三百三十四万三千两百四千两百四十一十二 O K 九 Text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三。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五分二十六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 比七 C 负九十六 B 负四千四百零三 FC 四千三百八十八 B 八十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两百四十一一四元因缘等无见缘所愿缘增上缘。因缘是种子与现行相须其意未生果的原因，等无见缘是前念与后念必须次第相续而起体用其等而无间断，所愿缘之上缘自是攀缘之意，心时未能愿，境界未所愿，心心所法障尽方生，即见相二分具起位缘。增上缘是位于此法增强其利用使其得生。在这四缘中色法的升起但需因缘及增上缘，心法的升起则需四缘具足。二三十二 B 七 F 三 B 一 A 二十二 E 一 C 零一 E D 零一 E 三 C 六十 B B 两百四十三 F 一 C 三千两百四千一百一十六五十二 O K 九 Text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 Set
01 December 2007 20:55:36 GMT 331000000 AD 7D-48403FC4D12203 Heights 4116 5 四论中观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制度论2327B52D3CF27,7FC2,7FC3B5,1,9,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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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亿负八十一 d 负四千四百零三 f c 四 root 负六百八十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两百零七七四机人天机二乘机菩萨机佛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人天机厌恶生死星球涅槃是二乘机先人后己慈悲仁爱是菩萨机于一切诸法观中道实相以顿断诸惑而出生死是佛机二三十二 B A 十七 D 零 C F 八十四 E C 三 A 四百六十五 B 零八九 E D 六十七 B 六十四万三千两百五一一四五九二 O K 九 Text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五分四十八秒 GMT 三十四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 比七 F 负二 CC 三年四月四百零三 FC 五千八百八十三 D 零零零零三 Heights 五千一百一十四五十九四谛名数又云四圣谛四真谛。圣者所见之真理也。梵语开发百分之 RI,Ariasutra 百分之 NI, 巴利语开发百分之 RI,Ariasutra 百分之 NI。一苦地的 KA 百分之 Riasutra, 三界六趣之苦报也。是为明之果。二级第三论第二 A 百分之 Riasutra 贪甜等烦恼及善恶之诸业也。此二者能及其三界六趣之苦报故名极地。三灭地 Nirvana A 百分之 Riasutra 涅槃也。涅槃灭惑业而离生死之苦真空寂灭故名灭。是为物之果。四道地摩百分之 RGA, A 百分之 Riasutra, 八正道也此能通于涅槃故名道。是为物之因。其中前二者流转之因果也故又曰世间因果。后二者还灭之因果也又曰出世间因果。此四者皆云地者言其真理实为至极也。而二者皆先果后因者果亦见因难知故先是苦果令其厌然后始断其因又举涅槃之妙果实乐之然后始修其道是乃又引罪列小机之善巧也。佛起菩提树下至鹿野苑为五比丘时说此法。是为佛转法轮之初。依之而修道正灭者称为声闻人。法华经譬喻品曰习于波罗奈转四地法轮。四十二章经曰于鹿野苑中转四地法轮。度交成汝等五人而证道果。涅槃经十二曰
苦集灭道，是名四圣地。涅盘经十五曰：我习与汝等不见四真谛，是故久流转生死大苦海。若能见四谛，则得断生死。只持慧集因意曰：苦谛者，苦以痛恼为意，一切有为心行常为无常幻类之所逼恼，故名为苦。大论云：无量众生有三种生苦，老病死，三种辛苦，贪甜吃，三种后世苦，地狱恶鬼畜生。总而言之，有三苦八苦等，皆三界生死之患。地审生死时是苦者，故名苦地也。三苦为苦苦坏苦行苦，八苦可知。及地者，即以招聚为意。若心与结业相应，未来定能招聚生死之苦，故名为及。审一切烦恼或业于未来，时能召集三界生死苦果，故名及地也。尽地者，亦名灭地。灭即即灭，灭以灭无畏意。结业既尽，则无生死之患类，故名为灭。以诸烦恼皆使灭故，三界业亦灭。若三界业烦恼灭者，即是灭地有余涅槃。因灭故果灭，舍此报身时，后世苦果永不相续，名入无余涅槃。地审涅槃时为寂灭，故名灭地也。道地者，道以能通位意。正道即助道，是二相符，能至涅槃，故名为道地。审此二道相符，时能通至涅槃不虚，故名道地也。正道者，十观三十七品三解脱门原理会行，名为正道。助道者，得解观中种种诸对治法及诸禅定，是名助道。 From 佛学大词典。四圣谛又名四真谛或四谛法，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说明人生多苦的真理，人生有三苦、八苦、无量诸苦，苦是现实宇宙人生的真相，集谛的集是集齐的意思，是说明人生的痛苦是怎样来的真理。人生的痛苦是由于凡夫自身的愚痴无明和贪欲甜慧等烦恼的牵动，而去造作种种的不善业，结果才会召集种种的痛苦。灭谛是说明涅槃境界才是多苦的人生最理想最究竟的归宿的真理。因涅槃是常住安乐寂静的境界，道谛是说明人要修道才能证得涅槃的真理。道有多种，主要是指修习八正道。此四圣谛括尽了是出世间的两种因果，即是因，苦是果，是迷界的因果；道是因，灭是果，是悟界的因果。苦谛迷的果即苦果，四集谛迷的因即苦因，世间的因果。审地灭地悟的果极乐果，道地悟的因极乐因，出世间的因果。 From 佛学常见词汇。两千三百二十九五十二 F 六万四千八百八十五 B D D C 六十八 F 五 C D 一七百二十八 B 一 F C 五 E 零四百一十四万三千两百四千五百一十六三十二 O K 九 Text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 Set
01 December 2007 20:55:52 GMT 34100000 AVB 80年1月42 B-4403FC 5C54603 Height 45163 四谛十六行相小乘行者修三贤至四善根的宣位，以彻见四谛真理，更进而达顶位。须观四谛十六行相，每一谛皆有四种行相，要一一观之分明方可。兹将四谛十六行相列表说明如下：苦，观此身是苦；空。 观因缘所生故空，苦谛无常；观因缘假成，故生灭无常。无我，观因缘假成，故无我体。即观召集苦果。四因，观苦果之因。地即地生，观苦果生，相继存在。 十缘观诸缘成就苦果，六灭观诸漏已尽，生死断灭。行净观三毒皆无，此心不乱，有明照作用，故净。相灭地妙，观出离三界，无诸忧患，故妙。离观一切灾害，皆已远离。道。 观八正道，可至涅槃。如道气正理，故如道地行，由此万行，以去涅槃。出，由此圣道，以出生死。二三二一六八九 F 17 36 34 1 29 19 C 1128 12 B 05 F 3 1 12 B 05 F 3 1 12 B 05 F 3 1 12 O K 9 H 斜线 H T M L 29 3 01 December 2007 20:54 54秒 GMT 33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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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CA 80003 Heights 4269 2。四禅见四禅天条。四禅天色界诸天分为四禅，即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清净心中，诸漏不动，名为初禅，即梵众、梵府、大梵等三天，此三天已不须断食，故无鼻舌二食，唯有乐受与眼耳身三受相应，喜受与意识相应。二、清净心中，粗陋已伏，名为二禅，即少光、无量光、光阴等三天，此三天无前五时，仅有意识，因之唯有喜舍二受与意识相应。三、安稳心中，欢喜必具，名为三禅，即少净、无量净、遍净等三天，此三天时受皆与二禅略同，但亦是一月之相，较为静妙。四、前五时俱无，亦无喜受，仅有舍受与意识相应，名为四禅，即无云、浮生、广果、无想、无烦、无热、善见、善现、色究竟等九天。根据《大涅槃经》说，初禅天人因他们心中有粗细的思想，所以外面有火灾；二禅天人他们对于禅定生起乐心，所以外面有水灾；三禅天人他们呼吸粗重，所以外面有风灾；唯独第四禅，所有内外过患，一切均无，所以诸灾不能到达那里。2328 94 V114
3 3 8 3 1 1 7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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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82年四月零 F 负4403 F C 63 F 5800003 High 4139四禅八定，四禅是色界的四种禅定，八定是色界的四禅与无色界的四无色定。3200-4251 4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20:56 分12秒 GMT 33100000 ADV 83年9月第2年4月403 FC 6 F 67303 Heights 4251四四禅天色界诸天分为四禅，即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清净心中，诸漏不动，名为初禅，即梵众、梵府、大梵等三天。此三天已不须断食，故无鼻舌二食，唯有乐受与眼耳身三受相应，喜受与意识相应。二清净心中，粗陋已伏，名为二禅，即少光、无量光、光阴等三天。此三天无前五时，仅有意识，因之唯有喜舍二受与意识相应。三安稳心中，欢喜必具，名为三禅，即少净、无量净、遍净等三天。此三天时受皆与二禅略同，但亦是一月之相，较为静妙。四前五时俱无，亦无喜受，仅有舍受与意识相应，名为四禅，即无余、浮生、广果、无想、无烦、无热、善见、善现、色究竟等九天。根据《大涅槃经》说，初禅天人因他们心中有粗细的思想，所以外面有火灾；二禅天人他们对于禅定生起乐心，所以外面有水灾；三禅天人他们呼吸粗重，所以外面有风灾；唯独第四禅，所有内外过患，一切均无，所以诸灾不能到达那里。3200-4288-8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20:56 分16秒 GMT 33100000 ADV 84比48年4月403 FC 7337 C 00003 Heights 42888四禅定四种修之可以升到色界四禅天的禅定。见四禅天条。四禅天色界诸天分为四禅，即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清净心中，诸漏不动，名为初禅，即梵众、梵府、大梵等三天。此三天已不须断食，故无鼻舌二食，唯有乐受与眼耳身三受相应，喜受与意识相应。二清净心中，粗漏已伏，名为二禅，即少光、无量光、光阴等三天。此三天无前五时，仅有意识，因之唯有喜舍二受与意识相应。三安稳心中，欢喜必具，名为三禅，即少净、无量净、
便静等三天，此三天时受皆与二禅略同，但亦是一月之香，较为静妙。四前五十俱无，亦无喜受，仅有舍受，与意识相应，名为四禅。即无云，浮生广果，无想，无烦，无热，善见，善现，色就近等九天。根据《大涅槃经》说，初禅天人因他们心中有粗细的思想，所以外面有火灾；二禅天人他们对于禅定生喜乐心，所以外面有水灾；三禅天人他们呼吸粗重，所以外面有风灾；唯独第四禅所有内外过患，一切均无，所以诸灾不能到达那里。二三十二 F 二六五五九零九 D 四千一百六十七 E 两百六十七 A 六百七十四 F 七 F 一八 B 一 F D 十八万两千三百二十四三 A 一 D 零 A 七十八 Gold Face 九十六 C 零八四七六七三八 E B 八 F B 两千三百一十 A 两千三百二十三 D 二十八 A 一 F 零一 A 一 F 零一四百三十二 A 七 D 六八零九八九 F 五万三千两百四千一百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六分二十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八十五年三月历九年四月四百零三 FC 七七零。八五零零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一百一四归法归佛归法归僧归解两千三百二十五 CBCD 六九四八五九九五三 of 一千零六十六的六 D 八 B 四亿两万三千两百四千一百五十一九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六分二十四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八十六年五月 F 负四千四百零三 FC 七 F 八一零零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一百五十一九四十柱色十柱受十柱想十柱行十柱。因上述四蕴位时所依所住，故名为十住。三千两百四千一百五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六分三十二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八十七年三月 F 四千四百零三 FC 八百二十七 A 零零零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一百五。四难执佛难，说法难，闻法难，信受难。三千两百四千一百八十一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六分三十六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八八七一三四四零三 FC 八百六十四 A 九百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一百八十一一。寺内出家一，身出家心不出家，即身虽未僧家，但心犹有不习爱恋。二，身在家心出家，即虽在家受用妻子，但却不沾染欲乐。三，身心俱出家，即在任何欲境中心都无不习爱恋。四身心俱不出家，即不但受用妻子，而且深深沾染。
二三十二第六十五亿六十三分 V 九十七 A 八万五千六百二十四 A 二 C 一千零四十二 Boldface 三百一十一 B 六十四万两千三百二十七九 D 九十一 F 二二八三一二四 D 七万五千两百零四 A 四七四八七一 V 七 B 二三十二 M 五 Bond 零一二十六一三 F B 三十二 V 零 C B B 二十四 M 九 F 七千六百八十两万三千两百四千三百一十四九十二 O K 九 Text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六分四十六秒 G M 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 D B 八十九。C 四 D 负四千四百零三 F C 八 F D 三 F 八十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三百一十四九四颠倒以指凡夫的四道即一常颠倒无常认为有常二乐颠倒以苦当作乐三静颠倒以不静为静四我颠倒无我认为有我二指二乘的四道即一无常颠倒于涅槃之常而即无常二无乐颠倒于涅槃之乐而即无乐三无我颠倒于涅槃之我而即无我四无尽颠倒于涅槃之尽而即无尽。两千三百二十八一 R B 四十三一一三十四 B 四 F 一千六百七十四 F 七一五六九四 A A 八百五十三 A 三千两百四千两百一十六三十二 O K 九 Tags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六分四十八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八 F 八百七十三负四千四百零三 FC 九十一 BC 四百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两百一十六三四觉本觉相似觉随分觉就近觉。本觉是众生本来具足的觉悟，相似觉是始觉之初发类似真觉的觉悟，在别教是三贤位，在原教是实性位。随分觉是随断一分无明而随的一分的觉悟，在别教是实的，在原教是实住以上。究竟觉是至极究竟的真觉，也就是如来至高无上的觉悟。三千两百四千两百四十六三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六分五十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八 B 负九十九 F 负四千四百零三 FC 九十三 A 四千八百八十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两百四十六三四摄法布施摄爱与摄力行摄同事摄。布施摄是对于钱财心重的人用财施，对于求知心重的人用法施，使双方情谊逐渐深厚，而达到我度化对方的目的。爱与摄是随着众生的根性，以温和慈爱的言语相对，令他生欢喜心，感到我和蔼可亲而与我接近，以达到我度化对方的目的。力行摄是修菩萨道者，以身口意诸行皆有利于人，以损己利人的行为感化众生共修佛道，以达到我度人的目的。同事摄是修菩萨道者，要深入社会各阶层中，
与各行各业的人相接近，做其朋友，与其同事，在契机契缘的情况下而度化之。菩萨嫉妒众生，必须先行此四摄法，使众生爱我、敬我、信我，然后方能听我劝导，修行佛道。2321 3AE C 6 FD 04 FD 02 ED 64 FD 02 ED 67 C 34 C 2321 ED 67 C 32 4 E 2321 ED 64 FD 64 B 9 FC 9 B 4 9 D 6 FR F 54 E 4 E 2700 83万 3200 4900 09 7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01/2007 20:56 GMT 33100000 ADB 8 C -431 4403 FC 9775180003 Heights 4209 7四魔烦恼魔、五阴魔、死魔、天魔。烦恼魔指贪甜痴等习气能恼害身心。五阴魔指色受想行识等五蕴能生一切之苦。死魔指死亡能断人之生存命根。天魔指能坏人善事的天魔外道，如欲界自在天的魔王事。2302 869 69 03 3 57 06 C 6 F 6 10 B 4 6 C 6 1 3 2 0 1 9 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3 0 1 December 2007 20:56 GMT 33100000 00000 ADB 8 D 负 3 FB 负 4403 FC 995 D 619 四虚其无名虚其妄心虚其妄境界虚其净法虚其3200 4200010 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3 01 December 2007 20:57 GMT 33100000 00000 ADB 8 E 负 7 D B 负 4403 FC 9 D 2 D F 00000 3 text 4200011 外凡二凡之一，见二凡条。二凡内凡和外凡，内凡是快要进入圣位的人，外凡是刚刚闻教起信的人。2302 4981 18 97 B 16 B 9 4 1 45 0 B 4 C 7 13 C 3 8 12 32 A 3208 56 C 9 5 9 FC 1 A 2 B F 4007 14 C F 3 B 59 E A 98 F 1 3200 FC 9 8 19 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3 01 December 2007 20:57 00秒 GMT 33100000 ADB 8 F 负 3 D 负 4403 FC 9 F 1 6 3 8 0 00 3 Heights 3 9 8 0 9外点佛教以外的典籍。2302 D 374 E 08 0 C 2 C 2 E 6 F 04 4 H 4584 D 2 6 1 9 18 1 3200 4 1 0 6 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3
01 December 2007 20:57:24 GMT 33100000 ADB 92年4月2日 4403FCB 411500003 Heights 41069外无味，味眼不见色，耳不闻声，鼻不嗅香，口不取味，身不触细滑，意不妄念，也就是不为外境所动心的意思。3200-3995 2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01 December 2007 20:57:20 GMT 33100000 ADB 91年3月第3年4月 403FCB 040C 00003 Heights 3995外教佛法以外的宗教或教法。3200-4117-52OK9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20:57:14 GMT 33100000ADB 90497-4403 开87V80003 Heights 41175外空未生，外的一切事物都是空假不实，为十八空之一。23123A83发6113A84F5D51482F1B9F27061841F1B5F15A7A4C9821F5211B81416F1B82F1B4C9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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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B
2072.50.26 GMT 33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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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以外立道，或道外之道，称为外道，亦即真理以外的邪教。2323一门零一八七五四一九七比210 AA 五八七五三零一四零四零二七三二零零四一零一三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2007二十点五十七分三十四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九十五年三月 F 五年四月403 FCBD 九二八十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一百零一三。外户指攻击我衣服饮食的亲属谭月为二户之一。3244111712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2007二十点五十七分四十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九十七年四月五 day 负四千四百零三 FCC 三五三九零零零零三 Heights。四千一百一十一七，尼戒比丘尼所受持的戒律，本来只有341戒，后来南山律师加上七业证，便成为348戒。普通都说尼戒为500，那是指大数而言，实际上只有348。
320415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December 2007 20:57:30 GMT 33100000000 AD 94年3月 F4403 FCB 9 CA 280003 Heights 4150外圆外在的柱圆，亦即四圆中之增上圆。3204103 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20:57:38 GMT 33100000 AD 96年4月0 F4403 FCC 16B 480003 Heights 4103 9外护善之事只供给我衣食所需以使我安心修道的善友为三善之事之一。二三二四八零七 A 一 C 322 B C 12099 F 三 F 036 1931 A 1083232 F 269825182 376795 A 431 4461 7 F B 6587 E 6232 2521 C 90 C B A 0084 B 6918 A B C 35677 D 9 D 1 D 2 3277二六八五一六万八千五百二十 C C D 七百六十六 D 三十三 B 五百六十八 F 三 B 二十三 F 七万三千两百四千一百七十六五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29 set01 December 2007 20:57:42 GMT 33100000 AD 98年6月第5年4月403 FCC 53 Bed 80003 Heights 4176 5布施以自己的财物分施给别人。布施有三种，即一财施，即以财物去救济疾病贫苦的人；二法施，即以正法去劝人修善断恶；三无畏施，即不顾虑自己的安危去解除别人的不畏。3204 4773 7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et 01 December 2007 20:57:46 GMT 34100000 AD 99 1281 4403 FCC 90 C 680003 Heights 4473 7布施波罗蜜及六波罗蜜中之檀波罗蜜见波罗蜜条波罗蜜术语他百分之 Ramina 百分之又作波罗蜜多波罗蜜多一言就尽到彼岸度无极又单一约度以名菩萨之大行者菩萨之大行能就尽一切自行化他之事故名是就尽乘此大行能由生死之此岸到涅槃之彼岸故名到彼岸因此大行能度诸法之广远故名度无极法华次第下之上曰此六通于波罗蜜者并是稀土之言情般经论多不同经略出三番或番云是就近或番云到彼岸或番云度无极菩萨修此六法
能就近通别二种因果一切自行化他之事，故云是就近。乘此六法能从二种生死此岸到二种涅槃彼岸，未知到彼岸。因此六法能度通别二种事理诸法之广远，故云度无极也。若依别事，三番各有所主。若依通事，则三番虽异，亦同无别也。大乘一章十二曰：波罗蜜者，是外国语。此番未度，亦名到彼岸。中略：波罗者岸，蜜者是道。俱舍光记十八曰：波罗，此云彼岸，蜜多此云道。菩萨能到自成所往圆满功德彼岸处故。制度论十二曰：问曰，云何名谈波罗蜜？答曰：谈亦如上说。波罗勤言彼岸，蜜勤言道，是名度不失何得到彼岸。复次，此岸名千滩，潭名河中，彼岸名佛道。慧灵因意义曰：波罗蜜多，唐云彼岸道，今回文云到彼岸。人王经两分书上一曰：言波罗者，梵语也。此云彼岸，对彼说此，此岸者何？于四地中以其苦集而为此岸，为其苦集而为中流，涅槃菩提及灭道地而为彼岸。中略：言密多者，梵语也。此句二意，离异道异，于生死中离此道彼。From 佛学大词典二三十二 cf 九十二 df 九十六 b 八千一百一十三 b 七 f 三兆六千五百二十七亿三千九百二十九万两千五百七十七 f 二 b 两千三百二十一 b 三千九百七十八 ff 三亿五百一十 f 零 ca 六十三 a 三 f 九十七 b c 九 d a 三千两百四千亿一百二十九三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八分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九 B 负五十 J 负四千四百零三 FCD 六六六六零零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二十九三。布施记又名三轮清净记，三轮是能施、所施、施物，清净是对于三轮无念无所得。心地观经所说的布施记是能施、所施及施物，于三世中无所得。我今安住最圣心，供养一切十方佛。三千两百四千三百一十四三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七分五十二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九 A。C 四十七年四月四百零三 set 五千四百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三百一十四三。布施设四设之一，即以布施的方法去设受他人。四设法：布施设、爱与设、力行设、同事设。布施设是对于钱财心重的人用财施。对于求知心重的人用法施，使双方情谊逐渐深厚，而达到我度化对方的目的。爱与摄是随着众生的根性，以温和慈爱的言语相对，令他生欢喜心，感到我和蔼可亲而与我接近，以达到我度化对方的目的。力行摄是修菩萨道者
以身口意诸行皆有利于人，以损己利人的行为，感化众生共修佛道，以达到我度人的目的。同是涉世修菩萨道者，要深入社会各阶层中，与各行各业的人相接近，做其朋友，与其同事，在契机契缘的情况下而度化之。菩萨嫉妒众生，必须先行此四摄法，使众生爱我、敬我、信我，然后方能听我劝导，修行佛道。二三十二 D 三 F 四十八 C 三千零七十 C 二十五 D 八百二十二 B 一八二六四二六九 B 三十一 C 四万两千三百二十三 A 六四六六一四九四一 C D 二十二 B 零一九百四十一 B 十八的九 E C 零六 F 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八五十二 OK 九 Text斜线 HTML 二十九 site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八分零四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九 C 负四十三 D 负四千四百零三 D 三十六 F 零零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八五。布袋和尚五代粮食，浙江奉化县布袋和尚，常露富欢喜，手执布袋，禅机幽默，所以被称为布袋和尚。相传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三千两百四千一百一十一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八分零四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九 D 负四百五十七负四千四百零三的三十六 F 零零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一十一一。布萨华意静住或常养。出家之法，每半月十五日与念九日或三十日，即僧说戒经，使比丘住于境界中，能常养善法。在家之法，于六斋日持八戒以增长善法。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二七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八分零六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B 九 E 负四百零三负四千四百零三 FCDC EF 三百八十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二七。布萨日每月十五日与念九日或三十日之两日，是行布萨法之日。两千三百二十一三 CF 四百一 C 五十九 D 八万九千五百四十六 C 五 FL 七十二 Gold Face 九一一八十二三十二 D 七 Back 一 D 八 AC 两千一百一十五 A 六十八 DAC 两百五十七 A 二 B 七百一十九 CA 两千三百二十一七十 C 九 CF 六 F 二 F 七千七百零二 D 八 C 六百 F 七 C 一 C 一一 B 六十一 F 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一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八分十二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M 二零年三月 F 三年四月四百零三 FC 一一 D 八千一百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一一。平等心对一切众生爱念相同，毫无怨亲的分别。三千两百三千九百九十九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01 December 2007 20:58.06 GMT 33100000000ADB 9F 3017年 4月403F CDC 1F 380003 Heights 3999平等没有高下贵贱深浅等的差别。2322-5A-079-7-2B-6D-6C-B-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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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December 2007 20:58:12 GMT 33100000 2001年3月 F5年4月 403FC ED 81003 Heights 41013 平等王阎魔王的别名，因他公平私理罪服之业。 3204320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20:58:24 GMT 33100000 F22C 83年4月403FC 49C 00003 Heights 4323 平等性智如来四智之一，即转莫那时的我见，正自他平等之理所得的智慧。四智以法相宗所立四种如来的智慧，即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成所作智是转有漏的前五识所成。 为佛成功所作一切普利众生的智慧，妙观察智是转有漏的第六识所成，为佛观察诸法及一切众生根器而应并与要与转凡成圣的智慧。平等性智是转有漏的第七识所成，为佛通达无我平等的道理。 而对一切众生起无缘大悲的智慧，大圆净智是转有漏的第八识所成，为佛观照一切事相理性无不明白的智慧。此智慧清净圆明，洞彻内外，如大圆净，洞照万物。二指罗汉的四智，即悟四谛之智，证罗汉的人，我身已净。 泛行以利，所作以办，不受后有。我身已尽是苦地之智，泛行以利是灭地之智，所作以办是道地之智，不受后有是极地之智。三千两百四千一百一十五三十二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20:58:14 GMT33100000F3-4814403FC13C058000003 Heights 41153 平等法众生平等成佛之法。 23124B14E84C A43F31938A0823B0144E0168B0144A0154C B192226F21C398C7B77C
c a a 四 c f j b 四二一八四二三一五一三三二零零四一五三二二 o k 九 text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八分十八秒 g m 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f 二四年五月 f c 负四千四百零三 f c 一七百九十零八十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五十三二平等义术语性虚空实义之一为真如体性平等。于一切法等无有异也。From 佛学大词典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一九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八分三十二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F 二五年三月 FB 负四千四百零三 FCF 四 R 零零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一九平等觉如来的正觉，因如来的正觉无高下浅深的分别。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三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八分二十八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F 六四零七。四四零三 FCF 十一 A 五百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三一平等观天台宗三观中假观的别名，指观说从空入假名平等观。二三二四七二二二 f 三十九 f 两百九十六 g c 二 f c 一 a 三百八十八 f 五 b 九 e 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两千三百二十四 a 二 a 零 b 六十 f 四十八 c 两千两百二十 c c 五百七十五 b 六八八七三六 c 九十两 e 两千两百三十两万三千两百四四十 B 五 C 七十三 F 四百六十八一七 B 零一零七 F 二 A 六百八十六 F 九万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六三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八分三十二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F 七。四二七四四零三 FCF 四 R 零零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六三弘忍中国禅宗第五代祖师湖北蕲州黄梅县人俗姓周传法于六祖慧能七十四岁圆寂谥号大满禅师三千两百三千九百八十五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八分三十四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F 二八年三月 B 九年四月四百零三 FCF 六 D 三千两百八十零零三 Height 三千九百八十五。弘是弘大的誓愿两千三百二十二 EA 零七七七八八六七零六七七二 C 三六九四五二三五八 B 二 EB 八十七万两千三百二十 EAC 二十九 CD 四 B 二 A 七 CEF 四 D 零五七四三三 CF 三九九一四一亿三千两百四千一百九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八分四十四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F 二九年三月 F 一年四月四百零三 FD 零零五 C 九百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九。
宏愿宏大的誓愿，如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誓。3233987 2OK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20:58:36 GMT 3331000000 F 负 3B 负 4403 FCF 8BB 7003 Heights 3987本心自己本来的心，3233852OK9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20:58:44 GMT 3331000000 Adbug 负 3B 9年4月403 FB 005 C 9003 Heights 3985本地本来的地位。23 12 8 9 2 2 7 19 C 16 D 1 1 5 6 A 2 7 19 C 16 D 1 1 1 1 5 C 9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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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2.58分46秒 GMT 33,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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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又名本来面目，是形容自己心性本分的禅语。2324亿57 gold face 79亿呢 ec 6456 f 799 c 3175 1705亿3240千1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et01 December 2007 20点58分48秒 GMT 33100000 FF 319年4月403 FD 042 D 2003 Heights 4101本位本来的位置，也就是本来的身。3204126 3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et 01 December 2007 20点58分52秒 GMT 33100000 FF 4 F 4403 FD 07 FW 0003 Heights 41263本来无一物，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空假不实，原生如幻，所以说本来无一物。六祖坛经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32041003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et01 December 2007 20点58分48秒 GMT 33100000 FB 负 40 F 负 4403 FD 042 D 2003 Heights 41039本来面目及自己的自信，离开了一切的烦恼和染污，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
2328 ABC 3550 A 6 FB 8379 E 799 CBD 80521 Bold Face 2329 B 48 C 3 AC 192 B 6 B 0 B 34 A 4 A 17 B 7 B D D 7 FB F 2 3 2 4 4 7 7 F 9 D F 0 F C 四十八 C 三 C E A 五百四十七 V 八 A 九十一 F 九十 V 八万三千两百五一八五零四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2007二十点五十八分五十六秒 GMT 三十四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F 一四八四八四四零三 FD 零 BC 一四百零零三 Heights 五千一百八十五零四。本教根本的教法，如一乘教是为二教之一。二教以显教和密教，显教是显明易懂之教，如应身佛释迦牟尼如来所说的一切大小乘教法是，密教是秘密难晓之教，如法身佛大日如来所宣示的一切内证真言教法是。二见教和顿教，见教是由浅入深逐渐使人觉悟的教法，顿教是直说究竟妙理，立刻就能使人觉悟的教法。三律宗判如来一代十教，为化教与智教二类，化是化导众生，凡诸经论中所示禅定智慧的法门，使人断惑证真者，都是属于化教类。智是制定戒律，如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等，为佛所制的律仪，所以统众防非者，都是属于智教类。二教名数，一显教，二密教。显教之判，有天台真言之别。天台就是家佛之说法做法而立显密二教。盖以对一毁大众显露说法，使彼此相知者为显露教，此时更密对于众说法，使一毁之人不能知之者为秘密教。如鹿园之会，八万诸天得闻身法，故在我为显露教者，于彼为秘密教。在彼为秘密教者，在我则显露教也。法华玄义义曰：如来于法的最自在，若智若机若识若处，三密四门无妨无碍。此作说顿，十方说见，说不定，顿作不闻十方，十方不闻顿作。或十方说顿，说不定，此作说见，个个不相知闻。于此是显，于彼是密，或为一人说显，或为多人说见，说不定，或为一人说见，为多人说见，个个不相知，故为显密。或一座黑，十方说，十方黑，一座说，或俱黑，或俱说，个个不相知，故为显密。又真言所立之显密二教，以释迦佛所说之大小乘一切为显教，大日如来所说之两部大法为密教。释迦佛为化身，化身之说法，各应所化之机而说之，其法显露而浅略，故名显教。大日为法身，法身为法乐，即自己眷属说内证之境，其法密奥而不可思议，故曰密教。显密二教论上曰：应化开说明曰显教，言显略斗机，法佛谈话谓之密藏，言密奥实说。有一见教，二顿教，有三义。
一就佛之化仪而分之，如来成道，直对大乘之菩萨，顿说大乘之法位顿教，从阿含以下至法华涅槃，对二圣之弟子，始说小乘中会大乘位见教。其朝隐士琉球，近隐会远等，依此义立顿见二教，见大乘一章一本，华严玄坛寺。天台之见顿，亦依此义为法华位见圆教，比宗位之曰不知顿见。法华玄义亦曰：若低头，若小音，若散乱，若为善，皆成佛道，不令有人独得灭度，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据如经经，若曰法被愿，名见圆教。若曰说次第，醒胡未相。二就机之见顿而判之，对见物之机，初说小乘，后说大乘，应待有小起，未见教，对顿机直说大乘，大不有小未顿教。随之但法师等，依此义而立二教，见五教章上二，天台亦依此义判观经，谓之顿教。以观经对凡夫之为提息，直说大乘之圆教也。三就法之偏圆而分见顿，偏僻迂曲之方便教谓见教，除圆教外，其余之诸教是也。直成佛之圆满至极法谓顿教，圆教是也。台家谓之曰教之顿见。止观三曰：见名次第，是浅由深，顿明顿足顿极，此亦无别意，还浮沉偏圆。三教止观悉皆见，圆教止观明之为顿。又一界内教，台家所立四教中藏通之二教，说凡夫出离解脱三界之教法，故谓之界内教。二界外教，别圆二教说既出三界，出离解脱三界外方便土及十报土变异生死之教法，故谓之界外教。见七铁见闻三本，同七本。有一半自教，悉谈章未生自之根本而未成自体，故曰半自，以辟不了一之小乘教。二满自教，毗迦罗论文字具足，故曰满自，以喻了一究竟之大乘教。故半满二教者，为大小二圣之一名。此说出于涅盘经，悉净坛无称，依此义而立二教。涅盘经五曰：如彼长者教半自矣，四位演说毗迦罗论，我今一耳为诸弟子说于半自久不经矣，四位演说毗迦罗论，所谓如来长存不变。止观三曰：半者名九部法也，满者名十二部法也。是传涅盘常住，始复是满，余者悉半。菩提流之余，三藏是半，般若去皆满。今明半分之语，直是浮沉大小。前以悉体判大小，今亦以体悉判半满如前。群疑论探要记十四曰：小乘九部妙义未究，故名半自；大乘三部正理已显，故名满自。大乘一章一曰：声闻藏法，狭劣明晓，未穷明半。菩萨藏法，宽广明大，圆极明满。有增长烦恼之言说为半自，增长善法之言语为满自。涅盘经八曰：半自义者，皆是烦恼言说之本，故名半自。
满字者，乃是一切善法言说之根本也。譬如世间为恶之者为半人，修善之者名为满人。有涅盘经之二教也。依台家之意，佛最后说涅盘经有二义。一，因在世之弟子基根未熟，漏于法华之开会，故更说藏通别圆四交，使之归入一乘圆常之妙理，以具实法华之残类，故名法华曰大收教，涅盘曰具收教。又谓之常住之涅盘，三悉檀除对治之涅盘。文具十曰：今世五会，节节调伏，收罗节搓，归会法华。譬如田家春生夏生，耕种云至秋收冬藏，一时获益。自法华以后，有得道者，如具十耳。是千二曰：法华开权如已破大阵，于机制彼如残党不难，故以法华为大收，涅盘为具收。四交疑曰：说大涅盘有二义，一为未熟者，便说四交具谈佛性，令具真常入大涅盘，故名具收教。二，因末代之比丘起恶见，佛入涅盘，则执无常，又过偏为理性而废戒律之事行，逐施法身常住之命，故佛以之对治末代之恶见，赎常住之命，谓之赎命涅盘，又曰对治无常涅盘。此赎命涅盘有单复二义。为涅盘经为说戒律是单义，为成门与戒门共说是复义。一单义，则此经为福律，律是属常住之命之重宝也。若依复义，则为成即戒也。此涅盘经福律是坛常，成戒具足，故为属常住之命之重宝。因之赎命涅盘，又曰福律坛常交。法华玄义时曰：涅盘临灭更福，三藏戒曰三圣，始末代顿根不于佛法中起断灭见，广开常宗，破此颠倒令佛法久住。是千二曰：彼经部前后诸文福律说常，若末代中诸恶比丘破戒说如来无常，即读诵外典，则并无成戒，失常住命。赖有此经福律说常，则成戒具足，故号此经为赎常住命之重宝也。有一偏教即偏僻之教，藏通别三教之所名是也。二圆教即圆满之教，第四圆教之所名是也。止观三曰：偏明偏僻，圆明圆满。有一全教藏通别之三教，为十教全摄而还废者。二十教如来出世原意真实之教法，第四之圆教是也。止观三曰：权者是权谋，暂用还废。十是十路，就近止归。中略一大事出世，原为圆顿一时止观而失三观止观。有一世间教可生三界善处之善法也。二出世间教出离生死之三圣教法也。大乘一章一曰：圣教虽重要，唯有二，一是世间，二是出世，三有善法名为世间，三圣出道名出世间。有一了义教大乘经所说显了净身义者。二
不了义教，小圣所说不尽显了实义者。涅盘经六曰：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中略：声闻成名不了义，无上大乘乃明了义。有江南印法师、敏法师等所判之一代教也。一区区教，如《法华涅盘》等释迦所说之经，逐于物机，区区正道而说者。二平道教，如《华严经》、如舍那佛所说，随于法性而说平等之法者。见五教章上。有一化教，如来一代师化之教，通教内众受道之弟子及外众在俗之人，使皆依之修行而出离生死之苦者，如今藏之所明是也。二智教，如来说诸戒律，专禁制内众受道之弟子，使如法受持而成圣果者，如律藏之所明是也。见华严孔目章。 From 佛学大词典320413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et 01 December 2007 20:58:52 GMT 33100000000F0407 4403FD07FWB00003 Heights 41031。本师根本的教师，佛教以释迦牟尼佛为根本的教师，其余为授业之师。23121F91941F92194E19D98143A4C7000白94六二两万两千三百二十七第五十九F两百四十一C六十四E七十七F六二九一六八一三十二B四十B五十二B四万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四七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01 December 2007 20:58:56 GMT 33100000F2417 4403FD0BCE4003 Heights 41047。本惑又名根本惑，或根本烦恼，即贪、甜、痴、慢、疑、恶见等六大烦恼，为二惑之一。3204172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01 December 2007 20:58:58 GMT 33100000F3年3月 F-4403FD0DB6880003 Heights 4107。本是诸佛菩萨在因地时所建立的根本誓约。23121A F89C04E4D54E2EB5A262E5A4D F六C D8014E D63F5961D6F6E3642EB13204EB12OK9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三零一 December 2007 20:58:58 GMT 33100000F4年3月 F-D4403FD0DB6880003 Heights 41021。本时阿赖耶识的别名，因阿赖耶识是有位无位诸法的根本。
3,200,3,985 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December 2007 20:59:02 GMT 33:00:00:00 F 5年 3月 V 9年 4月 403 F V 118 7180:00:03 Heights 3,985本愿根本的誓愿3,237 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3 01 December 2007 20:59:02 GMT 33:00:00:00 F 6年3月历5年4月403 F 1118 7180:00:03 Heights 3,985 本觉一切众生本来就有的觉性。2,206 1 2 8 1 B B D F 7 C 1 8 6 1 7 2 8 1 B B D D 2 3 0 2 C 5 7 8 3 8 1 5 1000 02 F 1 8 1 6 1 8 D D C B F 4 7 D 5 10 C 2 8 1 2 B 4 1 0 5 6 C 7 7 0 5 10 6 C 7 7 17 F 1 B 6 F 3,284 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3 01 December 2007 20:59:03 GMT 33:00:00:00 08年3月 F 4,403 F 173 F 0,000:03 Heights 4,150 本觉智一切众生本来就有的觉性智慧3,284 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3 01 December 2007 20:59:03 GMT 33:00:00:00 08年4月3日 F 4,403 F 0,173 F 0,000 Heights 4,185本觉真如，本觉是众生心的相状，真如是众生心的心体。又本觉是能证的智，真如是所证的理，此智与理，就是法身如来的全体。2,323 F 6,197 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3 01 December 2007 20:59:09 分10秒 GMT 33:30 3 10 6 12 19 B 3 6 9 4 5 6 A 0 6 1 6 D 1 2 2 7 1 2 8 1 0 3 2 0 0 4 1 0 0 9 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3 01 December 2007 20:59:10 秒 GMT 33:30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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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真身为本体。3204118152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29 set 01 December 2007 20:59:12 GMT 33100000000 安花富四 A 一年四月403 F 零一 B 10800003 Heights 4118:5。莫那十八时中之第七时，华裔思量，又译作译，他恒常在审查，恒常在思量，在审查思量中，念念不忘第八阿赖耶识为我，
因为有四个根本烦恼，我痴，我见，我爱，我慢，跟着它，故我执的成见很深，许多烦恼便是这末那时的执着而生起的。二三二七零六二二九 D 八百七十八 D 八 F 六千零三十一 D 三十三 A 五百 D 六十八 A 三千两百五十三万两千三百二十一九 D 三 D 六十四 C 一五十八 B 两百零五 A F C 三十八 F 八 B 三百二十一 F 四 C 三十四万三千两百四千三百零四三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ite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九分十二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t B 三年四月四百零三 FB 一 B 一万零八百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三百零四三。末法佛法分三个时期。即正法时期、相法时期、末法时期。正法时期一千年，相法时期一千年，末法时期一万年。现在正是末法时期，即佛法进入了为末的时期。见正相末条，正相末佛法共分为三个时期，即正法时期、相法时期、末法时期。世尊法运其现，各经所载不同，古德多一用正法五百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正法时期，正者正也，佛虽灭度，法亦未改，有教、有行、有正果者，是名正法时期。相法时期，相者四也，此时期有教有行，但正果的人已经很少。末法时期，末者为也，此时期转位为末，只有教而无行，更无正果者。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二七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ite。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九分十六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FC 负四百零三负四千四百零三 FB 一 V 一千一百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二七。正辩智又名正辩知，即真正普遍知道一切之法，是佛十号之一。两千三百二十七 A 五百九十一 C 零七五 A C 十九 F 七的 C 两百七十八 A 三九七九五六 B 二 C F 两千三百二十四七 C D 八万九千零六十六 C 一 B 九十二 A C 九万三千三百一十七 Gold Face 九 F F A 七十二 A F 零三二零零四一一六五二 OK。A9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ite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九分二十二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I 负四十八 B 负四千四百零三 FB 两千四百九十九 E 八十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一十六五。正辩觉辩真正普遍的觉悟，与正辩智同意。三千两百三千九百九十五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ite。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九分十八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I 负三一三年四月四百零三 FD 二十 C 九千五百八十零零三 Height 三千九百九十五。正是修行正法之事，即菩萨。
二三十二番 e c d d 九 f c 一番零六六七零 c d 一四十八 b 七十七 e 八十二 f 三二三二七九三零 d f 九六一一二八八四 d 三百四十七 d a f 六 f d 一百一十七 b 零 f 零零三二零零四一零一九二 o k 九 text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 site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九分二十二秒 g m 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i负三 FB 负四千四百零三 FB 两千四百九十九亿八十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一九。正音主要的元音叫做正音，若是次要的助力则叫做元音。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二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ite。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九分二十四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F 零年三月 F 对负四千四百零三 FD 二六八二三零零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二一。阵型做主要的功夫叫做阵型，若做帮助的功夫则叫做助型。二三十二 bold face 三十八 f day c f f 七千三百五十四 f e b 一千五百七十七 e d f 零四 c a 八八十二三十二 e 九零八二八八 e 六十一 c 一三万三千两百零九 c 四百八十五 c 一百一十六 f 十二 d 四百八十六万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二七十二。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ite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点五十九分二十六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F 一四零三四四零三 FD 两百八十六 A 七百八十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二七。正见正确的见解，以及离诸邪痴颠倒的如实之见，是八正道之一。正受想心都习，缘虑并亡，与三昧相应的禅定，叫做正受。正定正确的禅定，以及把心安住于一境，不乱不动，是八正道之一。正念正确的念头，以及时常意念正道，不使思想行为有错误，是八正道之一。正果学佛人经修有德，叫做正果，因与外道的正果有别，所以叫做正果。果是形容好像果子一样的成熟。正法与真理的道法，二正法时期，见正相末条，正相末佛法共分为三个时期，即正法时期、相法时期、末法时期。世尊法运其现，各经所载不同，古德多一用正法五百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正法时期，正者正也，佛虽灭度，法亦未改，有教有行有正果者，是名正法时期。
相法时期，相者四也，此时期有教有行，但正果的人已经很少。末法时期，末者为也，此时期转位为末，只有教而无行，更无正果者。正法依佛的尊号，因佛能以正法向众生宣说，为正法之所依。正法名如来观世音菩萨过去成佛时的名字。正法轮指真理的教法，亦即如来所说的教法。三正欲又名正思维，见正思维条。正思维正确的思考，以及思考四谛的道理，以引发正当的欲念，明了事出世间的因果，断即正灭，离苦得乐，是八正道之一。正法眼藏佛的心眼彻见正法，名正法眼，深广而万德含藏，叫作藏。正法眼藏是禅宗用来称其教外别传的心印。正法受正法的受力，正思维正确的思考，以及思考四谛的道理，以引发正当的欲念，明了事出世间的因果，断即正灭，离苦得乐，是八正道之一。正等正觉梵语三藐三菩提，华义为正等正觉，即真正平等的觉悟的意思。正勤即正精进，正报指众生的身体，因众生的身体是依过去的业因而照感的来的果报正体，为二报之一。正等觉真正普遍平等的觉悟，亦即佛的觉悟。正业正当的行业，以正当的行业来维持生命，不做不道德的事业，是八正道之一。正相末佛法共分为三个时期，即正法时期、相法时期、末法时期。世尊法运其现，各经所载不同，古德多依用正法五百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正法时期，正者正也，佛虽灭度，法仪未改，有教有行有正果者，是名正法时期。相法时期，相者四也，此时期有教有行，但正果的人已经很少。末法时期，末者为也，此时期转位为末，只有教而无行，更无正果者。
正精进正确的努力，以及努力修善断恶，为八正道之一。正与正确的言语，以及对人常说真诚和善的话，是八正道之一。正觉一真正的觉悟，二乘佛叫做正觉。正觉华指极乐世界的莲华，因依阿弥陀佛的正觉而成，所以叫做正觉华。永不现行位在十地中游第八的智佛果之间，无漏心任运，诸烦恼不生，故有此名。又功德刹那增进，所以又叫做刹那增进位。永生即涅槃，因涅槃位不生之法，由于不生，所以不灭，而不灭就是永生。永劫极长的时期，劫是梵语劫波的简称，是计算世界成坏相的名词。梵界触犯佛所制的戒律，犯戒五衰处犯佛所制戒的人会有五种的衰耗，即求财不遂、舍的极耗、众不爱敬、恶名留步，死入地狱。犯戒五过触犯佛所制的戒律者有五种的罪过，即害自身、为智者所喝、恶名留步、临终生悔、死堕恶道。玄门玄妙的法门，指佛法。玄门无碍十因诸法事是无碍的十种原因，即唯心所现故，法无定性故，缘起相由故，法性融通故，如幻梦故，如影像故，因无限故，佛证穷故，身定用故，神通解脱故。玄奘唐朝的高僧，于唐太宗时曾到印度研究佛学17年，回国后翻译佛经很多，人称三藏大师或慈恩大师，为法相宗的开祖。甘露水喻如来所说的真理教法，因其教法如人在热天喝了清凉的水，热恼消除，心意快乐。玄义玄妙的义理，甘露法喻如来所训示的真理教法，因其教法能令众生解脱涅槃。
甘露王阿弥陀佛的别名。甘露门通达甘露涅槃的门户及佛的真理言教。甘露界涅槃的境界。身化二身，身身合化身，见二身条。二身一身，身合化身，身身是佛为了嫉妒众生而托于父母胎身的身，化身是佛以神通力变化出来的身。二身身合法身，小乘说王宫中出生的肉身为身身，而戒定慧等诸功德为法身，但大乘则说理与智互相凝合的真身为法身，而随机应现的应化身为身身。三真身合化身，真身是佛所证得的法报二身，化身是佛应众生机缘变化而现的身。四常身和无常身，常身就是佛的真身，无常身就是佛的应化身。甘露涅，甘露是形容佛教所说的涅槃境界的涅槃，而涅生死叫做甘露涅。生因生果的因种，如草木的种子是生长草木之因事。生死为一切众生因或业所招，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有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的分别，见二种生死条。二种生死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是凡夫们于三界内肉体上的生死，变异生死是菩萨们于三界外精神上心念生灭的生死。见二死条。条二死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一切众生在三界六道中，由于善恶业所感，其寿命皆有分限，其身形皆有断别，故其生死名分段生死。三圣圣者以断见思惑了分段生死，但因修道的结果迷想见灭，正悟见增，此迷悟的迁移每一期皆不同，其中由前期移入后期，恰如一度生死，其变化神妙莫测，不可思议，故名变异生死，或不思议变异生死。生死肉身菩萨只在三贤位，未登法性，未获业故，受三界分段生死身的菩萨。生死即涅槃，生死即涅槃和烦恼即菩提二语，是大乘家常说的话。从世间有位的相对法说，生死是染污的，涅槃是清净的，两者截然不同，不可相及。
若从出世无畏的绝对法说，烦恼性空即是菩提，生死性空即是涅槃，非从烦恼生死之外另求菩提涅槃。这是从诸法理性平等说，不是从事相差别说的。生死岸，佛经说生死海是此岸，而涅槃是生死海的彼岸。生死长夜，生死如梦，故以长夜作比喻。生死流域，生死之苦海能令人漂流和淹没。生死海域，生死无边际，好像汪洋大海一样。生死轮域，众生在六道之中生死轮回不息，好像车轮不停地旋转。生死缚域，生死好像一条绳子系缚着众生。生佛众生与佛，生佛亦如又名生佛一体，或生佛不二，意味众生与佛的体性平等，毫无差别。生即无生，生即无生，无生即生，是诸部般若经所说的道理。俗谛叫做生，真谛却叫做无生，因为俗谛所说的生本来是无生，所谓生者只不过是因缘一时和合之假生而已。这种生就是依于无生的生，因为依于无生的生，所以说生即无生。生身诸佛菩萨的身体有法身与生身两种，他们所证的理体叫做法身，为了嫉妒众生而托于父母胎身的肉身叫做生身。又佛菩萨以神通力一时变现的肉身也叫做生身，或一生身，即随意变化而现的身体。生生恭恭仰世尊设立的法会，生法二生，生生合法生，见二生条，二生一生，生合化生。生生是佛为了嫉妒众生而托于父母胎生的生，化生是佛以神通力变化出来的生。二生生合法生。小乘说王宫中出生的肉身会生生，而戒定慧等诸功德为法生，
但大乘则说理与智互相迎合的真身为法身，而随机应现的应化身为身身。三真身和化身，真身是佛所证得的法报二身，化身是佛应众生机缘变化而现的身。四常身和无常身，常身就是佛的真身，无常身就是佛的应化身。身法二空观，身空观与法空观，这二种观都是大乘菩萨的观法。大乘菩萨不但观人为空，就是观法亦空，以去除我执与法执，而证得我空真如和法空真如。小乘人却不然，他们只修身空观，所以只能断我执而不能断法执。身空三昧观察一切众生皆愿身性空的禅定。3240身空又名我空或人空，为众生为五蕴假合合，无有实体，是因缘所生法，当下即空。身空智观察一切众生都无实在的我体的智慧。身相身的形相，四相之一。身报这一生造业，要到来生才受果报，为三报之一。身苏五味之一，见五味条，五味乳味、酪味、身苏味、熟苏味、醍醐味。佛在《涅槃经》中提到汝等五味时，曾以醍醐味来形容《涅槃经》，后来天台智者大师便因之判定佛的一代圣教为五十教。身苏经指天台宗所立五十教中方等十的经典。身灭依因缘和合而有，叫做身；依因缘分散而无，叫做灭。有生有灭是有为法，不生不灭是无为法。根据佛教的中道思想来说，一切有为法的生灭都是假生假灭，不是实生实灭。若是实生实灭，便是无生无灭。生灭去来，有生有灭，有去有来，是一切法有生灭去来，是小乘的妄见。若依中道的正见来说，则生灭去来本是如来藏，因为一切法本是不生不灭，不去不来。生灭去来一意断常，即三论宗所说的八迷。
如果破除了这八迷，即证得中道。用是与体相对的用，人是性体所表现出来的，都叫作用。就其能力上说，叫做利用；就其工业上说，叫做功用；就其活动上说，叫做作用。两千。用大三大之一。见三大条，三大体大、相大、用大。体大是一切众生心的体性，真如平等，无生无灭，不增不减，毕竟常在。相大是一切众生心的自性，具足大智大悲常乐我净等一切功德。用大是一切众生心的体性，具足一切的功德，内可自我观照，熏陶妄心，外可显现报化二身，教化众生。此三大中之体大是真如的体性，相大是真如的德相，用大是真如的作用，大是周遍于一切法界的意思。两千三百二十九十八 B 五十班六一八二二六一三十一 A 两百五十八 CB 两万六千五百五十九 F 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六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一点零三分十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C 零六四二五四四零三 FAT 零九 F 八十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六一。用灭诸法与毁灭时，它的理体并不异灭，因为理体是永恒常住的，所谓灭者，只不过是它的作用灭而已。两千三百二十七五一七 CB 六百五十九 BA 六三六二七八八一 A 五十六 F 五十一 V 九百六十四万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六七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一点零三分十六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C 七年四月二 B 负四千四百零三 F 一零三 C 二 D 零零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六七。游巡印度计里程的数目，每游巡有三十里、四十里、五十里、六十里的四种说法，但说四十里为一游巡者居多。二三二九七七三 D C 三 D 五百九十七 F B 六十 C 七零四四九三八七 D 九 C 六 F C 三千两百三千九百八十三二 O K 九 Text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一点零三分十八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C 八年三月 B 七年四月四白衣只在家人两千木莲摩诃木坚莲的简称。木坚莲见摩诃木坚莲条，摩诃木坚莲简称木坚莲或木莲，是佛十大弟子之一，以神通第一著称。
二三十二 c 四三两百八十 b 二 c 五百六十九 c 三二七三二四六零 b 四万一千零八十七 a 的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一三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一点零三分二十八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C 零 B 负三 F 五年四月四百零三 F 一零 F 三万四千八百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一三。世纪即是圆寂涅槃的意思，世纪就是视线涅槃。三千两百四千一百九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一点零三分三十四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c 零 c 负三 f 一年四月四百零三 f 一十四 f 五百八十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九。是现佛菩萨应众生的机缘而化现种种的身相。两千三百二十四 B 五十三 B A 六百三十四 C 五一二二零三五九 C 四十五一二 A 一三十 C F 零零 C 两千三百二十八 B 六百四十五 C B 八一两百六十一 A 八十一 C F 九百四十一 B 六十一 B B 四千零三十五 F B 五万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一九十。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一点零三分三十六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C 零 D 负三 FB 负四千四百零三 F 一十六 D 五 A 零零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一九。福忍初心行者，欲忍顺逆境，先须调伏其心，叫做福忍。两千三百二十二 c 五千六百二十三 c v 六 e 三千两百零五 f 六 d 二四八六七八 c c 六 f 八 d c 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五九十二 o k 九 text 斜线 h t m 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一点零三分四十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C 零 E 负四百二十三负四千四百零三 F 一 AA 六千三百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零五九。福断福是制福，断是断除，制福烦恼使他一时不生，叫做福。断除烦恼的种子使它永远不生，叫做断。二三十二非八百四十一 A 七百九十五 B 三 D 两百一十七 F 五 F 三 C 三万零七百三十三 C 一零三二三二零零四一零零五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一点零三分四十四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C 零 F 负三 F 负四千四百零三 F 一一七十六 C 零零零零三 Height 四千一百五。任运任法之自然运动，不加人工的造作。两千三百二十 D 零 A 八 B V 零六五 F 四 D 八千三百五十一 A 九 D 九十六 A 七 D F 零七八 F 八万三千两百四千一百零二五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一点零三分五十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 ADC 一一四零一
4403FB242F980003X4102。光阴三天，二禅天共有三天，极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3204-1101-72OK9Text/HTML29/21December2007-21:03:46 GMT30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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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称。二三十二 C 九十三 E 十九 A 五十三 F B 五百三十六 C C D C 九零三九七零 B 一百九十二 D 八十四万两千三百二十六十一 D 一百七十二 B 两百六十 C 六 D 七万两千八百六十三 F 一 C B 六二四三七七五二零三二零零四一零九一二 O K 九。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ite 零一 December 两千零七二十一点零三分五十四秒 GMT 三十三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ADC 一二四四三四四零三 F 一二八零零二八零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一百零九一光阴天色界二禅的最高天。此天觉音声，众生要讲话，便自口中发出净光来做识别，故名光音。佛经说杰出的人类，就是由光阴天来的。光毫佛眉间的白毫有光明，故称光毫，为佛三十二相之一。共识的声闻缘觉菩萨等三圣所共有的识的，即干慧地、性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欲地、以半地、辟支佛地、菩萨地。佛地二共不共共法与不共法，共法是五乘法，不共法是大乘菩萨法，独一微妙。不与人天生闻缘觉四圣相共，共法又名共功德，即佛与其他圣者以及一切凡夫所共有的功德。共相诸法有自相与共相二种，个别不同的相叫做自相，
与它共通的相叫做共相。共报共同的果报。三，共般若共通的般若。般若华意为智慧。共业共同的业因为二业之一，二业以饮业和满业造善恶业后，此业能牵引众生生于六趣四身，受苦乐报，名为饮业。这是就此业的因为而言。待到此业种子在第八识中熏习成熟，发味果报时，则能使造者在六趣四身中的种种身想、种种受，如强弱、腰受、苦乐等，皆能令其圆满，名为满业。这是就此业的果位而言。而言二定业和不定业。定业是一定要受果报的业，不定业是不一定要受果报的业。三善业和恶业。善业是良善的行为作业，如修五戒与十善事；恶业是恶劣的行为作业，如造作忤逆与十恶事。四共业和不共业。共业是招感共同果报的业因，不共业是招感个别不同果报的业因，如身体不同、苦乐不同等事。劣智下等恶劣的智慧。两千三，劣应身下等恶劣的应化身，如佛应的前凡夫及二圣人所应现的丈六佛身事。应一又作应气、应相、气应等，就是用手指结成各种的形香，以作为法德的标志。二应定之意，佛法的真理可以依三法印或一时相应来做衡量，凡是合于此等印的，便可以判定是佛法。印可证明弟子之所得，而加以赞美许可。两千三百二十一 A 五千两百。应咒语与应相应的咒语。二应宇宙。应相应的形象。应名即是应相，名是陀罗尼。
应气应势应相，标志之意，气势契约，不改之意。二三十二 F 吉祥天吉祥天女，吉祥忏法金光明忏法的别名，因金光明忏法是以吉祥天为道场之主。吉祥坐坐相之一，即先以左足置于右腿上，再以右足置于左腿上的一种做法。同分望见众生迷失了真性之后，便在一切虚妄不实的境界上同受苦厄。三千两百同行共同修行佛道的人，为三善知识之一。同居凡圣同居土的简称。二三二痛相六相之一，见六相条。六相一总相，为一成含藏万法，如综合瓦砖木石等而成一屋。二别相，为万法有色心理事等差别，如一屋中的瓦砖木石等，体性个别。以上总别二相，是就体言。三痛相，为万法虽别，然能融集成为一体，如瓦砖木石等，能互相合合，成为一屋。四意相，为诸法虽能融集为一，但亦不失诸法差别的本质，如砖瓦木石，其形类功用皆各不同。以上同意二相，是就相言。五成相，为诸法虽差别，因融集故，互相而成为一体，如瓦砖木石，有互相成就之性，才能建立位体。六坏相，为诸法虽可融集成为一体，然若各住各位，则人现诸法之相而不成一屋，如瓦砖木石各住本位而不合作，则房屋相坏。以上成坏二相，是就用言。凡夫所见事相各个差别，圣人则六相圆融，因诸法体性平等，没有差别。资列表说明如下。
同参一同是一师的意思。二一同研究的意思。二三十二 A 同体大悲为佛的法身与众生的法身是共同的，自己和他人没有分别，是他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两千三百名色以五蕴的总名，五蕴之受想行识四蕴为名，色蕴为色，因受想行识四蕴是心识的作用，只有名而无实体，所以叫作名。色蕴则是由一些极为物质所构成，有执爱的物体，所以叫作色。二在十二因缘中，人在母胎中渐渐生长，五蕴玩具的时候，叫做名色之。明德有名气和有德行的比丘的尊称。三名数名目的数字与法数同义。合十见合掌条，合掌又名合十，即对合左右双掌及食指，以表示自心专一不敢散乱的一种敬礼。合掌又名合十，即对合左右双掌及食指，以表示自心专一不敢散乱的一种敬礼。合莲华密教称凡夫的心脏为合莲华。因人因位的人是尚未达到佛果的修行人的总称。因地菩萨尚未证得佛果，在因中修行时的地位。名相以耳可以听到的叫做名，眼可以看到的叫做相。一切事物都有名相，但一切的名相都虚妄不实。人家经说，愚痴凡夫随名相流。二佛教的名词术语叫做名相。因为与因地同意，因地菩萨尚未证得佛果，在因中修行时的地位。
因名五名之一，即论理学。因果因是种因，果是结果，由此因而得此果，是因果义。又因时所作者，果时所受者，种善因必得善果，种恶因必得恶果。因果部二门，十部二门之一。十部二门：色心部二门，内外部二门，修正部二门，因果部二门，染净部二门，依正部二门，自他部二门，三业部二门，犬食部二门，受论部二门。十部二门，术语今昔尊者是法华玄义所明之本基十妙，历十种部二门，归结之于一念之心，以示观法大纲，发其深意。今以其本基十妙与部二门之相涉列之。一、色心有形执爱之法而无知觉之用者，名为色；无形执而有知觉缘虑之用者，名为心。二、内外众生诸佛及依报名为外，为自己之心法名为内。三、修正修治造作之功，名为修；本有不改之体，名为正。四、因果能生之行，名为因；所生之德，名为果。五、染净无名之用，名为染；法性之用，名为净。六、依正，此为依正之二报，众生所依之国土资具，名为依报；能依之心生，名为正报。七、自他，此就三法而论。佛法众生法名为他，心法名为自。八、三业，身之发动名为身业，口之发动名为口业，意之发动名为意业。九、全十九界七方便之法名为全。佛界原十之法名为十。十、受论，此从欲之名也，受及领纳，三草二木藏通别圆五圣之机，名为能受。论及瞻论，如来所说前四十三教之法如云之助语，名为能论。此十门皆名为部二者，盖法华以前四十三教所谈之色心等，一一格义，是名为二。至法华而四十三教所谈偏权之法，皆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平等亦如，为中之一法，无格力不容之法，
故总名为不二也。初时不二门。From 佛学大辞典。两千。因陀罗是迦提婆因陀罗的简称，华义天地。三千两百四千一百。因陀罗网刀立天王的宫殿里，有一种用宝珠结成的网，一颗颗宝珠的光互相辉映，一重一重，无有穷尽。这种由宝珠所结成的网，就叫做因陀罗网，也叫做地网。因修仪在因地时的修持，二修成佛之因。因缘果满未修行的因具足时，则佛果的功德亦圆满。因能辨对果能辨而言，八十种子在阿赖耶识中，种子生种子，念念相续之前因后果转变，名因能变。又从八十种子各生八十的现行之转变，亦名因能变。因缘凡一事一物之身，本身的因素叫做因，旁住的因缘叫做缘。例如稻谷，种子为因，泥土、雨露、空气、阳光、肥料、农作等为缘，由此种种因缘的和合而生长谷子。因缘和合由因与缘的和合而成，天地间一切万物都是由自因、清因、与缘、助缘和合而成的。